视频流记录的这一段，我们从中间选出那一帧是最精彩的。比如说球是飞在半空当中，我们抓起来，每一台拍的都是那一个瞬间，然后连起来就是一个时间静止但是空间在动的一个很奇幻的效果。这套设备一般来讲最少20台吧，20多台其实正好是1秒的一个速和一个时长。那么我们再有一些加帧的处理之后，可以做到2-3秒的长度。我们可以围一圈，如果说咱场景有需要拍360度，咱们就走360度。我们有硬件和软件和云端的一个配合，拍完之后马上进到我们的工作站处理，然后传到云端，大家就可以扫码下载。多长时间？这个流程？10几秒。广电级别呢，那就是拍电影啊、电视剧啊、广告这些啊，像《西红柿首富》《鬼吹灯》的系列的电影都是我们来制作的。栏目呢，就是央视春晚；体育赛事呢，我们是做了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的冰球比赛。那么往民用端走呢，我们就可以做类似这样的一个展会的形式，旅游景点的游客服务、拍照服务。